好，今天向大家介绍手部按摩疗法。手部按摩疗法是应用祖国医学传统的按摩手法，通过刺激手部的经穴、奇穴和手部的反应点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。它主要是通过疏通经络、调整脏腑、平衡阴阳而达到预防、保健、治疗的目的。为什么手部按摩疗法可以治疗疾病呢？根据祖国医学的理论，手三阳和手三阴经循环至手，手上共有86个经穴和224个奇穴，身体的疾病状态可以通过手部特定的部位反映出来，因此刺激手部特定的穴位就可以达到健身、预防、治病的目的。下面向大家介绍手部按摩疗法的基本特点、基本手法和20种常见病的治疗方法。手部按摩疗法的基本特点，手部按摩疗法是通过整体疗法的理论，通过局部而治疗整体的，它具有简便易学、无副作用、经济实惠、有效等特点。手部按摩疗法的适应范围，适用于疼痛性疾病，如坐骨神经痛、三叉神经痛、牙痛等，适用于炎性疾病，如急性咽炎、急性胃肠炎等，适用于功能性疾病，如失眠、神经衰弱、神经官能症等，适用于神经系统疾病，包括中风、失语、头痛、头晕等。手部按摩疗法的禁忌症，凡是有以下特点者不适合做手部按摩治疗：具有出血倾向者、严重感染者、孕妇及精神障碍者、过度疲劳和大病体虚者。下面向大家介绍手部按摩疗法的常用部位。手部按摩疗法的常用部位包括经穴和手部的反应区，分别向大家讲述。下面向大家介绍常用的穴位。经穴、少商位于拇指桡侧指甲旁 0.1 寸，主治咽喉肿痛、咳嗽、发热、昏迷。鱼际位于第一掌骨中点赤白肉际处，主治咳嗽、咳血、咽喉肿痛、失音、发热。太渊位于掌后横纹桡侧端，主治咳嗽、气喘、咳血、胸痛、咽喉肿痛、前臂内侧痛。中冲位于中指指端，主治心痛、五心烦热、心慌、心悸。劳宫位于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，主治心痛、胸腹满闷、神志不安。少府位于第四五掌骨侧，主治心痛、胸烦、心满、胸胸不安。商鞅位于食指桡侧甲指旁约 0.1 寸处，主治耳聋、齿痛、咽喉肿痛。二尖位于握拳时食指桡侧掌指关节前凹陷中，主治目晕、鼻血、齿痛、口角歪斜。三尖
位于握拳时第二掌骨小头凹陷处，主治齿龈肿痛、目痛、咽喉肿痛、鼻血、身热。合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，